陈瑞斌老师。陈老师曾经出国海外学习音乐，离开自己的出生地，也曾经拜访于不同的名师之下。那其实我自己也是离开香港，我之前也是去了台湾学音乐，念大学，我就深深体会到学音乐真的是一条孤单的路。想请问你们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是怎么走过这条音乐的路？你讲先吗？陈老师先。对。是这样子的，那个觉得走这条路就是要有一些热忱嘛，然后对音乐对艺术的喜爱，我基本上把音乐我不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工具，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到海外去念书，所以在那环境我特别喜欢，我有受这个艺术文化有很大的感动，我非常喜欢艺术文化。所以我今天我也会把我当成说我是一个 performer 或是 pianist， 然后我其实我跟一路走来我有一直没有减少我对这个音乐的热爱兴趣。嗯，是这样。嗯，那我知道陈老师你13岁就离开台湾出国念书，那你在出国念书之前是谁教你弹钢琴？就是谁发觉到你弹琴就是比较有优势？我也不知道呢，有没有人发觉我不知道，但是我父亲是音乐老师啦，所以我们家小孩子三个都是全部都是搞音乐的啊。然后去别人那念书是因为也是他们的意思，那再来就是我台湾政府那时候有给我一个，他没有 scholarship 没有公费，但是给我一本护照，他说我一定要15岁以前要出去，要不然我就要当兵了。所以我没有 choice， 我只好13岁要离开。选择的非常对。有没有对我不知道，还有我那时候也不，我自己没办法选择，是我家里人的意思。嗯，对，所以我就这样去别的。那在哪儿？我在13岁出来教钢琴了。哇，这太厉害了，我也准备跟你学了。对了，我爸爸呢叫小提琴的。但是呢他叫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了，因为他在家里呢每一天都来来来一一啊啊重重复复的 repeat，我很不喜欢的，说真的，他一拿那个小提琴的box 出来了，我就去房间关门了，去房间关门了。对了，你又来了。我走了。但是呢老乡啦，留下的我的表姐啦弹钢琴呢，她特别好听的。我也想学钢琴啦。我不是很小开始的，我10岁开始学钢琴的。但是呢我家里呢不是那个很富裕的家庭。我呢要早一点出来做工作赚钱给我自己生活。我13岁也是自己搬出去自己住。因为我妈妈呢跟我爸爸呢分开的，所以我十三岁呢也是我一个
出去在澳洲生一个人住，嗯，对，一个人生活，对了，嗯，也是很艰难的，因为我爸爸妈妈的没有给我一点那个 money， 生活费，生活费，对了，所有的开支呢，都要自己弄了，我呢贴街机油，你帮就是贴那个街贴的广告在路上，对了，招收学生，就是收招学生，对了对了，我咁样起家嘅，就这样子开始招学生的，哈，对了，嗯，但是呢我没有公司，一路学音乐的，我拿我收回来的学费呢，供我自己呢，读很多的音乐的课程了，在我的音乐中心，18岁的开那个音乐学校了，嗯。那你那么年轻就开始教学生，那学生会觉得，老师可能太年轻了，会觉得经验不够，会不相信吗？会遇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有的，但是我自己呢，尽量打扮的大一点，成熟一点，嗯。那两位，你觉得这条音乐路上有什么人对你们有最深刻的影响？有几位了，一个当然是我父亲的意思哦，就是说他是老师，所以他也是蛮严格的啦。嗯，还有那就是我几位老师都对我很关照了哦。嗯，然后我最后一位老师是他本身是俄罗斯，大概是前一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个 piano master 之一，但是他对我的影响是在于说，他当初他20几年他没有办法，除了 Russian 以外，他没有办法到国外海外去演奏，他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段时我很敬佩他，但他是怎么样的度过这段时间的，然后让他有办法在他的音乐啦，然后他的对音乐的热爱啊，对，还有他对音乐的成熟，他的 skill 怎么有办法去 get improved， 这么在这么困难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他不是我的 mentor， 我觉得他在世的时候，他本身的一个过去对我来讲是，他等于是我的 icon 嘛，还是 one of them， 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这是，对你有很深刻的影响。是啊，在 inspire me。嗯，老师呢？我呢，跟我在我的第一个老师啊，他经常呢，带我去听音乐会，带我去外面走走，大学啊，那个野外啊，野外，去感受那个大自然，大自然。嗯，他对我很影响很大的，但是呢，他教我的时候呢，他很小的，中学3年级左右，教你了。对了，他大我4年，对了，但是我不舍得他去国外读书了，但是我中间呢找过很多的老师，但是他没有什么东西教我了，碰钉，你们说
碰钉装扮，碰钉，但是后来呢，我跟我的那个蔡崇利老师，他也是很好的，他教我的方法呢，也是带我去行山，行山系咪啊？对，爬山。爬山啦，去大自然去走，但是佢启发佢启发我的音乐，他说啦，所有的音乐啦，都是大自然来的，他说雀仔声啊，雀仔唱歌，鸟声都是音乐家去作曲的题材。就是鸟声是作曲的题材。对了，我要接触多啲大自然，听下海声啊、风声啊，佢哋嘅灵感就系嚟自呢啲。来自大自然。那我知道陈老师有拿过很多国际的奖项啊，经常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演奏。我知道邓老师也很常带很多学生去国外比赛啊演奏，那也有很丰富的演奏跟教学经验。那在那么多的演奏会或比赛之中，两位还会有压力吗？觉得就是比赛或演奏之前，还会怯场？不一定会怯场，但是压力一定有的啦。因为我就是要求要希望能够达到最好嘛，那个压力一定会有的。只是说那个压力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去克服它？那有什么方式去克服它？也没什么方法，就是。你要尽量就是准备好了，就是这样。那要不然就是你也只是处理它，然后还有你可能对你的观众你要喜欢他们了，因为他们来看你表演，那你必须要还有你可能你也做的曲子，你可能要是你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曲子的话，那我可能会比较有办法去。因为我本身就喜欢这个 piece， 我弹它的时候觉得很愉快，我很高兴，我想要弹这个曲子给听众听。那你也没有试过弹一些你不喜欢的曲子？曲子喜欢不喜欢哦，我不知道是怎么定义，但是就是说你可能或许有些 piece 哦，你弹久了，你会觉得要是弹不出一个味道，太熟想一个，对，弹太熟，弹久那你不知道怎么去继续发掘说那个兴趣哦，你可能会有这个，但是可能我发现有时候奇怪了，你要是把那 piece 放个半年一年之后你再拿出来弹，可能你又会有感觉会不一样，所以其实一首 piece 弹太久也不是很好的事了。那邓老师你怎么教导学生去克服那个上台前的那个压力跟怯场？也是准备一定要好了，但是呢他们呢没有那个经验，我会教他了出场的之前呢不要去动冷冻的东西，冷的东西。对了，不要吃，不要喝冷冻的东西，还有呢，去那个去吃那个香蕉，喝蕉，香蕉，增加那个热量，增加热量，对了，食一个朱古力啦，我以前也是这样，巧克力，能量，以前考试我也是吃这些，我的同学也是吃这些。对，但在你们学习的时候，你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瓶颈。那你们遇到的都是什么瓶颈？而且是怎么突破这个瓶颈？要看是什么样的瓶颈啊。就是、假如说是
你是说在 performance 上的瓶颈，还是其他以外的？performance 啊，或者是恋情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好像有我觉得进步不到，就进步不了，心还是还是需要耐心的、啊。嗯，就有些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或许可以短时间克服，有的可能没办法，需要一点耐心，然后。需要有时候两个月三个月有时候更长，这都有可能看你，有时候你可能看你谈什么屁事，你会碰到什么样的痛，所以那个我现在当然我现在表演的话，我就是我会有自己的计划，那我的计划是还好，就是假如说不会太 rush 的话，那么我还可以知道说哦，我大概知道说有些屁事大概我需要多长时间去练它，就好像你刚刚来大四班有加一个学生，你说他练琴的时候好像要分几天前要做什么，几天前要做什么这一种的计划，其实这个计划是怎么，我们就是怎么教导我们这个计划，我当初我是看他的状况，然后我告诉他大概是这样，那他也不一定完全要按照计划，这是我的建议啦，要是说他有办法提前准备好，那当然更好啦。OK， 那但是他已经谈到一个阶段了，他假如说是完全新的 piece 的话，那他可能应该也自己会知道大概说那个 piece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才要练，因为每个人的脑跟锁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不是很重点的，他只要弹得好就好了啦，多少时间内要练完练好他，我觉得对，那对我来讲不是重点。还有呢，那个是因为我一个问题。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考试都要背谱的嘛，然后我就很害怕，每一次都很害怕会忘谱。然后有一次考试真的忘谱了，然后就死掉在台上。然后之后我就每一次练琴，我都很害怕我怎么可以把它全部背起来，就是很流畅的弹下来。就是那个一个我很，就是我四年来都一直。想要知道要怎么可以背得流畅，不会忘谱，上就太紧张了，然后就突然就忘谱，就然后断掉也接不下去，也不知道要怎么接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是想我从来没有人教我怎么背谱哎。从小的时候。那慢慢可以还没弹熟，早就是。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就是你背谱不会刻意的去背，你就弹熟了就自己可以弹出来。你有的去之，也不是对了。然后，你要是弹不熟的话，你可能再看一下谱啊。刻意去背的谱，会不会说你弹完它两三次，几天变得慢慢的，你就很容易忘掉？对啊，因为我就是如果我一直弹的话，就好像是我自己手在弹，然后好像放空的在弹，自己弹下去一样。可是我一紧张，我就可能会忘了，然后就接不下去。你们有这样？就是有会怎么教导学生？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邓老师有教学生。我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教过我背谱，系惯咗录音又听。你要惯咗个录音机就系你个现场观众咯。你要自己幻想呢、这个录音机就系可能坐几千万嘅观众，你翻译俾佢听。他就是录音。就是每一次就当时录音机就是你的观众，就每一次都要录音，这样子。对啊，录音也是一个好方法。对啊，对，那可能中间你会发现哪里有可能 miss 掉，那就拿出来看，对啊。其实背住你谱，录多啲你自己要幻想多啲。一个录音机就是那堆观众那个场地了。其实你自己都惯了这样的环境。rehearsal 多啲。系啊，都依个都系自己帮自己。想问一下陈老师啊，对于协奏曲的演奏来说，那我知道陈老师在华人的。就算是华人舞台上协奏曲的典范了，因为好像很少华人音乐家，可以有接触这种弹协奏曲的机会。然后在香港要跟管弦乐团演出，几乎也是很少不可能的事。那要跟其他乐手去演奏表演，
比起独奏，应该会有它更困难的地方。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当中的苦与乐呢？可以啊，我应该是华人里面少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 I don't know， 我把那个Rachmaninoff 的那个 Piano Concerto 全部，还包括巴格尼尼 Rhapsody， 我是全部跟 Orchestra Live 弹过的。我在几天内两个晚上把它弹完，是背谱的。对，然后那个是很大的 challenge， 我第一个晚上弹了三首。然后我就带三件靴，对，我每弹一件我就回去换三件，全部都湿掉了。我弹了三个片，然后那两场当然是说啊，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会他会来看看我能不能弹得下去。因为以前那个电影那个什么The Pianist 那个到时候弹的 Number Three 他已经疯了嘛，对不对？他一手疯，那我记得我，对，我总共弹五首。那个 experience 是很好，因为比如说 number one number four 比较少人弹，那个有很多难的地方，跟尤其是 orchestra 非常难，但是有别的感觉的 oral orchestra 是很难，所以有时候我跟 conductor 练的时候呢，我还单独跟很多乐器的 concertmaster 单独练，那个很好，因为我以前也学过一些 conducting， 然后所以我到最后我弹那边的 concerto 我是看总谱练出来的，我不是看 piano score 的。对对对，那你用了多久的时间练好？那是这样，因为分批来，以前我Number two, number three， 帕格尼尼 Rhapsody 我会弹，我也过，但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应该把我太喜欢这个composer了，然后他的我老师跟 Rachmaninoff 是同班同学啊，所以 Rachmaninoff 的东西很多我老师都有，我老师Rachmaninoff Daddy 给我的，给我老师的老师很多 piece， 那我想他 Piano Concerto 是应该是对 pianist 来讲是最大的 challenge， 应该可能在 technique 上面，我也。而且很多我点是他听 CD 可以，但是他要听 live 不容易嘛，没有这个机会多，所以我是 live， 我想说 live perform， 所以我是 number one， 然后我这两首我真的是看总谱弹出来的，我没有 piano score， 但是看总谱当然有一个好处，我知道我因为那个 orchestra 很难，你在很短的只有一次 rehearsal， 你很难说要靠 conductor 去合起来很难，但是我稍微看着谱，我知道哦，哪些音素呢？它应该跟哪里跟哪个音素对的，等于说我这个对 conductor 来讲，也可以帮助 conductor， 让他在短的时间内给大家合起来。那其实你演奏很多曲子的时候啊，有其他的音乐家有演奏过，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分辨哪一什么是好的演奏，而且就是好像就是很出名的曲子啊，很发达的曲子，那怎么要加入个人特色，就要如何发挥自己的个人特色？我想这个可能跟我在猜，就是我在想我自己的经验啊，跟我个人的那个生活的 experience 有一些关系。我的经验是以前我大概二十几岁的话，可能我还是很依赖老师，可能70%我会从我老师那边学，30%是我自己就是去 work out 这样子。那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好像是倒过来了，越到很多东西从我的生活的 experience， 我可以感受到说好像那个三号这个生活的 experience 会克服掉这些东西，然后也会克服到一些瓶颈，刚刚说的瓶颈的东西。那是我觉得也是自己的 personality 跟风格，应该是跟你个人的成长，跟还有跟你在生活上 experience， 我想会对一个 performer 在 stage 上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或许别人有他别人的经验呢，但是说法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有很大的命运的影响。那邓老师呢，你怎么教导学生可以有加入自己的个人特色？
要自己用自己的歌声在心里面多些唱，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风格的嘛，唱出来，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啊，性格不同啊，所以每个人的歌唱的特色都不同。咁如果你多啲歌唱嗰个句子啊，咁或者唱下个伴奏啲音啊，咁你弹出嚟就自然会有自己嘅个人风格。那其实，在香港跟台湾的音乐学习之中呢，好像有一个现象，都是大家都比较注重于外国的音乐家。觉得好像外国的音乐家比华瑞的音乐家来得出色。那其实实际上，外国的人跟我们就是华人学习培训音乐上面有什么差异呢？对，那华人有这种想法很奇怪的，因为外国的小孩子不太会受家长 push 的啦，对吧？那你要是觉得外国的performer 会比较好的话，或者是他们的，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华人还是50年100年还是这么的用同样的方法在带小孩啊。因为外国小孩子他是就好像我那时候13岁去没有人管我一样，父亲管到我了嘛。就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办法 continue， 有的话就是我自己的决定啊，对吧？那很多我说话我知道有不少的外国的要就是外国的的教育是这样子。因为好像很多很出色的华人音乐家在这个世界的音乐界中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那如果我们这个可能也不是只有音乐啦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接受的资讯很多了啦，对，也我们有 Internet 有很多东西啦，其实慢慢我们有一些观念其实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推广华瑞音乐家，可以让他们有踏出世界的舞台上，就是怎么可以推广他们？我觉得有时候要配合一下政府的 policy 啊，有时候政府的 government 啊这些，他们对民间的这些影响是他们会有放，他们可以做到有一定的影响，但要看他们的 policy 怎么愿不愿意去做一个调整。假如说他是整个一套的话，几十年都没有变的话，那你可能你民间你要发挥的话，就会受到限制了。好了，那到最后了，你们对于一些后起之秀有什么提点呢？或者是让他们有什么新建议跟心得，可以让他们走向这条音乐之路？就对于这个，给一些建议给年轻人。我是就像刚刚有在 audience 有一位年轻学生问我说。他好像很紧张，说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是，其实我是觉得，好像不太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了，应该很自然的去面对这个学习，然后学习音乐。那我觉得热爱音乐比较重要啊。就是说因为我教过很多人多次 master class， 也有 audience 问我说，有一个 audience 他问我很好玩的问题，他说我怎么可以让我每天。可以再练多一点的 piano。他一直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去自动去练更多 piano。那我问他一句话，我说那你喜不喜欢音乐？他突然答不出来了。就是说他，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自动的，你对一个新东西有兴趣，然后或许你就愿意去 involve 更多的时间，还有会 involve 更多的 knowledge 去。在这个上面，谢谢你，谢谢。